抓，好，好来，有没有被抓到的？抓到的，好，被抓到两次的，两次以上的举手，两次以上的举手，好，来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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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两次以上的出来，出来，两次，好，好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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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要拍手来鼓励这些小朋友，因为他们很真实的哈。自己被抓到两次，他们很真实的出来，所以他们可以得到礼物。好，来，我们就为这些小朋友拍手鼓掌。来，有没有要表演的？表演的可以再加拿一部分礼物。你们有没有要表演的？没有，好，没关系，好，来，我们送他礼物。好，来，我们拍手哈，鼓励这三个很真实的小朋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诗歌班上的老师啊，来，我们今天来拍手欢迎啊，我们今天带给我们诗歌班上的老师于金老师，好，我们拍手欢迎他。之后，上帝造了各种动物，他造了畜生、野
也是从这儿搬出来的，还有这个也放上，上帝说这是最特别放上。于是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男人和女人，上帝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后代，管理这个世界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各种动物。这是第六天，上帝看着他所创造的一切说道，太好了。于是在第七天上帝休息了，并将这天定为安息日。这是第七天，大功告成。小朋友好，来问问题时间到，请问校长哪里误了呢？哦，真棒！好，请问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什么？一个哦，我阿美多请举手了呢。好，一，帮我看一下，一，数到几啊？举手，三，三哦，好，一，三，哦，谁最快？观众朋友的帮我看，谁？陈灿吗？美丽的创造，很棒，很好。好，那美丽的创造呢？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要来学一首歌。这一首歌呢，叫做《美好的创造》。那我们今天有一个任务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呢，就是要先把这首歌学会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每天会做不一样的变化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来学这一首歌哦，《美好的创造》。来，我们先一起来听一次哦。你是我。
们现在又要来学另外一首歌了。哇，太棒了！我们实在太厉害了。来，第二首歌呢，叫做《耶稣喜爱一切小孩》。哇，你们都是耶稣最宝贝的小孩哦。好，再来呢，《耶稣喜爱一切小孩》，它歌词很简单，诗句应该是。好，来，耶稣喜爱一切小孩。来，我们麻烦。摇两下，摇两下，来，摇两下，来，耶
黄黑白都来你这边，不论红黄黑白粥都是耶稣心宝贝。然后呢，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，会了没？会了，会了哈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要跟着音乐走哦。好，你们要帮我记得，因为我明天就会忘记了，可能就不要让我记得。好，来，准备，把我的音乐嘞，什么放一下？好，有。